欢迎订阅娱乐小公举。One One 日前在釜山举办 One One Premier FunCon in 釜山，成员朴智勋微博粉丝一笑不息，男扮女装，化身成为《冰雪奇缘》中的安娜公主。Mnet One One Go Zero Base 公开了一段 One One 釜山粉丝见面会上的花絮录像，朴智勋戴住双羊角辫假发，身穿丝绒连衣裙，肩披紫红色斗篷，双颊上还画住圆圆的腮红，俨然就是安娜公主的化身。录像中，朴智勋用撒娇表情说道，我是一旦被咬住就绝对不松口的安娜，大家要小心哦。